好睇嘛？好精彩，我手掌都拍到紅曬啦嚇。咁啊，正話咧，大家都睇到啦，台上面猛打關鬥同埋對打咧。啊、我正話咪介紹俾你聽，四個小妖之中咧，有一個係一位係蘇泳池咧，一位係蘇玉子咧，咁啊孫悟空咧就係蘇玉橋，諗到乜嘢啊你哋？蘇家班啊，泳池嘅詞歌咧就係、是、啊爹爹，咁啊玉阿子咧，玉子咧就係細佬，咁啊正話同佢把刀係咁揈係咁揈，嗰位咧就係、是、玉子，咁啊細佬，咁啊孫悟空哥哥。咁啊，佢哋咧就喺我哋香港嘅戲劇嘅舞台上面咧，好多時咧都係嚇、啊、有賴佢哋嘅演出，非常之精彩嘅演出，帶俾我哋歡笑，帶俾我哋掌聲嘅。咁啊，再一次多謝佢哋。咁啊，嚟到我哋今日咧係大族嘅節目啦。咁啊，亦都係由咧我哋今晚嘅主角咧朱麗群小姐，咁啊火拍咧係馮建房師傅。咁啊，為大家係壓軸送上一曲咧，陳小漢先生嘅《悲鄉名曲·師父救趙》嘅。咁啊，呢首歌咧係啊個主角咧好得意嘅虞姬。咁好多時咧，佢就話嚇係咪楚霸王嗰位？唔係，呢個咧係誒戰國時候咧係戰國四公主誒、四公子其中咧一位係誒、魏王嘅寵妃虞姬嘅。好啦，我將個台交俾朱麗群，交俾馮建房師傅帶嚟一曲嘅《師父救趙》。
受逆境，相助是兵也扶，情创散震我光环，同受敌开壮怀激也奋，只盼开歌动开巡那军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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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王妃又来。公子又来，公子深宵驾临，有何要事呀？啊，一字长平，一字显，中莫惊啊，心啊，召啊兵，四十万，遁化泥尘。秦师侄，你刀啊长啊驱，把邯郸围困。赵国大业在眼啊直，积备啊情。秦王啊，招啊师，更加霸道横行啊！识我叶下啊，满啊兵，只要摇来助阵啊！秦王啊，此寒我喜你独偷生，迎敌处清风林，刚从七尺顺明啊军，横眉怒对风沙暗，愿啊凭啊一那剑。起风啊，云
东西血阿燕将唱，唉无中堪，樱花长红半日入归呀山，我说门里客三千血已亲，林战马阵啊，此际生离死别啊，匆匆到此，无义父孝送养，困境里报埋埋知，无情心动人，只想费力啊，竭低狂，唯有恨啊，愁难忍啊！与其束啊手啊待毙，不若取义啊！孤君赴山行，难言傲对世千军，长剑已出鞘，豪气纵不慢，已逼血言情事，长在耿耿赤心，我只盼向遥天子，我冷寂云飘渺望归踪，长路与指引。
曾定计求王阿飞，相助言几任啊。你是魏王恩宠，我才决意啊此行啊。可知魏国公啊姓，誓与秦人啊血得尽啊。又怕连累于野里，野里大祸临身啊。公子你计将安在啊？有愧王妃多谁问，谅我心如马乱夜难寝。请公子你速说亮貌，金柳催人声声恩啊。但求舍身酬家国，何受碧血生命啊，金巴机谋啊，来直奔啊！求你把夫妇盗取，以调遣魏国叛军啊！啊！盗取夫妇。王妃啊，我知你有为难，我亦不敢再求恨，就此拜别。今日鬼门关，我又添一个信陵君，王妃珍重。慢，
王妃。兩位，咁我哋咧時間係請出今晚表演嘅朋友們咧，同大家見面。再一次咧，多謝各位嘅莅臨。咁啊，祝願大家身心康泰。我哋香港嘅疫情咧，就好快咧就可以咧係回復翻正常。咁啊，大家健康，晚安。